In Tibetan Buddhism, there exists an honorary title, which is known to few and granted to even fewer. This title is known as Rinpoche, meaning the precious one. Each Rinpoche, believed to be a reincarnate of an original Buddhist cleric, is commissioned to watch over a specific branch of Tibetan Buddhism. These renowned monks are essential in maintaining the rich religious culture that exists among their people.西藏呢是前民信教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父母都很虔诚的，所以在有人在说西藏的孩子会走路就跳舞，会说话就唱歌，这个也不假，但是我觉得西藏的孩子会说话就是念经，所以这样一来呢，是西藏的孩子都还是有信仰的，但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随着这个。 外来文化的冲击对他们的思想上有没有改变，肯定是有改变的。但是呢，就这种改变，目前来看，对他传统文化的这种概念或对他的一些信仰，放弃啊等等，这种现象还是不太严重。说起西藏教育来讲，现在是变化很大了，因为古代来讲是没有太多的学校。 主要的学校都在寺庙里面，寺庙在承担这个，所有的教育，好多那个高官贵族的孩子也会送到寺庙来学习，或者一些老百姓的很多孩子也会寺庙来学习，但是到了寺庙学习，不一定所有人要出家，你到了受到教育，你不想出家都可以回去，你就是选择各种各样的生活了，因为那个教育的很多素质。 就是特别的，好多老师的现在素质层次还是不是特别理想，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一直在各方面都在争取努力，看看就是现在就是学校盖的还可以，学生也挺多的了，关键是这个老师的这个质量，教学的质量怎么提高，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个。第二个来讲呢是，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语言，在这个里面能。 Despite the social changes facing Tibet in recent history, the Rinpoches have helped to preserve much of their native traditions, with the hopes that these rituals will continue to live on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藏的文化也受到很大的破坏。但现在来讲，现在也是，运气比较好，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为什么呢？是全世界的人都开始比较注重保护这个文化、保护这个遗产，所以呢，是这几年在中国也非常重视文化保护。美国也好，就是西方的很多国家，它的那个发展太早了。那个时候呢。 大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民族问题的一些处理方法，同时也没有意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然后呢，就是对文化遗产或者这个方面都大家当时就意识不强，所以好的原因呢，是因为西方现在已经发展了，发展以后他们就在回过头来思考，就出现这样的包括。 我上次在美国来，我去了几个地方，包括在，新墨西哥去的时候看印第安人的居住区，所以现在在以前是美国人破坏了印第安人的居住，破坏了他们的文化，而现在呢，用美国人在帮助他们，保护和恢复，所以这个时候呢，随着这个世界性的这种一个新的转变，而新国恰恰他在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这种。 认识到了这种错误以前的这种错误，所以就现在那个，中国也在采取一切方法在，不管是他们的内地的还是文化，还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大家都在努力在保护，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因为世界呢。
有各种各样菜，多福多菜，包括我们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有黑种菜，世界上有意思，而有各种的文化，世界才更灿烂。所以在关系就是钱都是一样的人的时候，反而就没有意思了。特别是那个他的文化或者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也需要多方的文化才能这个世界更加的美好。所以就是这种传统文化传统的东西保留下来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宗教，说起宗教来讲，是对于藏传佛教的发展我是不担忧的，因为它是很乐观的。因为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社会发展的很快，所以这种发展快的时候呢，肯定它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大家都需要稳定，那稳定呢肯定是需要宗教去扶持。所以特别是藏传佛教这样又提倡和谐的，又提倡和平的，又提倡众生平等的，又提倡众生都是有情的，这种宗教来讲是它的生存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它的发展会对世界带来很多的健康。正所谓现在呢是信佛教的人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各大洲都很好的，所以藏传佛教肯定是它的发展是很有前途的。所以我们呢作为一个藏传佛教的传播者，我们有使命，我们有义务，我们有任务，更好的让它发展，更好的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因为本身佛法，佛祖把佛法不是留给西藏人，也不是留给中国亚洲人，也是留给的是全世界的众生，全世界的人类。所以我们呢是更努力去推广它，就是大概是我的想法就这样吧。As much of Asia continues to develop, the future of Tibet remains to be seen. Yet one thing is certain. Both the preser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will continue to be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in the hands of the Rinpoches.